道哥有一句名言，我的人生一半时间在喝酒，一半时间在醒酒。每天要玩游戏嘛，然后闯关啊，然后突然录一录一录，哎，道哥怎么不见了？跑到后面去吐了。你那一天录完之后，你有带了一个饭店的名字回去。TVBS 42频道，周一晚上11点热炒店。